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也不是悠盘。今天我狠心花了一个月的零花钱，送了688点券，买了一个每周特惠礼包。唉，心疼哦，但愿能出现好东西吧。这个礼包中总共有9颗星星跟3500知识点，感觉那是相当的快啊。不过不得事，我有预感要出精皮，那么我都画一个料子出来吧。精皮又是粉红回忆，那个好像都已经抽到过了呀。十连抽就抽到3个皮肤，而且全都是重复了的，我也是醉了。那满屏的碎片也是相当壮观。行吧，估计碎片也能换个 A 级皮肤了。那么接下来都直接抽知识卡了，总共3500知识点呢，开抽。抽到2300的时候终于闪光了，出来吧皮卡丘。哦，暴怒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么现在 A 四级毛卡全部都有50碎片了，继续努力继续努力，来吧皮卡丘。连闪，我的天，再来张 S 卡我都非常满足了。啥吹卡了，预感不是很好啊，看来那次都只出了一张 S 卡了呀。勉强将就勉强将就，688点券就抽那些，我感觉还是有点亏呀。想充钱的小伙伴看到我的概率你还想充不？洗洗睡嘛哈。